加油！安吉，加油！塞拉斯也可以做海南大，哎，就是塞拉斯呀。就我跟你说，他这首不能一拿，就是你敢拿奥恩，他这个这首塞拉斯在那等了很久了。反正就是逼着你不敢选奥恩，对的，就你选了我更赚，哎，你不选我也还可以接受。这个赛中路，哎，这个哦，这个位置是想不到的，这里应该是有了，顶起来，顶起来，伤害够了。哦，这个位置完全没想到，是的，这小罗马没有在IG 的野区，反而是绕了一圈从这里过来。小罗马这个干个思路，有点东西啊。哎呦，但是这边要死了。这波应该是死定了。冥王这个刀六的 timing，哇，这里上路也很危险。哎，但抽了一个凯南的大招，看这一波子弹想怎么样操作，不越了。哦，这么稳吗？就看到一个凯南的大，不太敢越呀，有点难啊。难啊，伤害感觉都不太够。治疗加山这里开着反瞄过来 ，Q 到直接 W 回去了，也伤害不太够。这一波盲僧选的，哎，直接过来垫一套，反身开一个大，这里有一个点燃，紫砂这里怎么说？紫砂有点危险，要单杀了。牛宝这里在上路拿了一个单杀，但 Rookie 下来要交闪吗？四级还有可能要出事，后面全是人，伤害应该是免刚够，但后面这边怎么办？送塔吧。Rookie 自己的话应该是想送，不过雷克赛来了，哎呀，没 Q 到，哎，这个感觉还真送了，可以让对方少拿一个助攻。是的，哎，还想拖时间，防御塔击杀，哎呦，拖到了，送掉了，送掉了，感觉这一波 Rookie 还蛮赚的。哎，刚才凯南下来。有摸到啊，摸到可以吗？我补了一波线，嗯，看来了，看来了，这一波紫晒偷了一个大招，想要用这个大招打点事情，一技能过去电到又拉了一下，拉这一下不应该，拉这一下把塔被塔打了一下，是的，而且对面人还有个点燃呢，不被塔打这一下其实是死不了的，也没给看，好吧，哇，这波还没有水银鞋，感觉要死了，哎呦，还有闪现想过来硬拖，哇哇，这都越，这都不杀，很稳很稳。这里盲僧看到一个凯南直接踹了一脚，哎，没 Q 到，但是这一边发条来了，跟过去有意吗？想要追，牛王这里没有持续的伤害了，牛王这里应该要死了，没大招的情况下直接被牛王一脚带走。是的，而上路刚才紫菜也终于是被越了啊，啊，还是死了，还是死了，哎，没水银鞋很好抓。我刚才看这个位置，我说，哎呦，居然紫菜不走，其实第一时间杀也杀了，因为小龙王有大的。是的，而且又是最恐怖的，看一下刚才怎么被越的哦，被定了一下，嗯。这个，这就是什么？哎，看一下这一箭没射到。就我们经常说的嘛，面对紫晒，其实有的时候他修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怕。当你不怕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他修你的是没道理的，在修你。现在 RNG 的中野很好做事，又在这边想埋伏一下，飞了飞了，下路泡芙有机会，黄牌跟上，这伤害应该是肯定够了。人头是让给了嘎啦，而且这边侧翼又打了起来，小龙马是打了一套宝蓝，宝蓝这里 是双招加大招。而 RNG 这段时间中野的节奏很顶，而且你看 Rookie 这一把其实他也不是很肥，哎，要上吗？有机会直接上了一下一个金身，哎，闪现交了出来 Q 没好，哎，过眼，哇，哎，呦，有盾救回来了，小明没有吃到人，小明太关键了，这波没金身没闪现了，但有个疾跑，哎，小虎真的是宁王，这个人还真的是说到做到呀，哎，小虎真的很郁闷啊，那宁王现在主要节奏一直在 RNG 这边，又来了，先开 R 过来找机会反手一个大招，宝蓝给的很不错，距离这边布隆也能顶住，哎呦，这个 Q 技能挂住了，泡芙这边的，哎呦，泡芙这边被嘎啦打了一套，有点痛，场比赛其实没有之前那么肥吧，我觉得，嗯，又来了，又怎么又是卡牌，又是小虎第一视角，哎，小虎秀了第一视角给就算了，你这小虎被人抓死了给个第一视角，老婆有点坏啊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哎，太过分了。嗯，那雷克赛能忍的，有点忍不了。雷克赛等级还比你高呢，但这个时候又开始了 ，IG 主动还是找 RNG 的麻烦。哇，这个飞速两件套了，而且两边现在上路关键紫晒这里直接是 TP 到了正面，状态有点差，卡牌飞的位置，神自己的上单跑到了一起，啊，都已经拿了下来了。而正面这个时候凯南想进场，凯南进场，哦，大位置直接打出三个人，这波。进场非常漂亮，但发现反正一个大招拉的也不错。我的天哪！三杀也收获了三杀，又是逆风局强行开波团打出了一波四换三，哦，但是小龙 IG 拿了下来。哎呀，爆炸 AOE！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的精彩回放，正面紫菜踢过来，卡牌飞到后面，想和那个凯南一起进场。凯南第一时间没有想上啊，然后开 E，
点三个，伤害很爆炸。但这个时候，泽山闪现进场，用发条的大招。哦呦！我的天哪！这泽山再有个 W， 感觉嘎啦也要死。这波第一时间虚弱没套到凯南身上。是的。要不然感觉这，哎，看下泽山，这里应该秀不动了。后来个再大招没用，这里配合纽宝再拿一个人头。这波应该不会上吧？这上去，这个时候泽山有一个凯南大招可以进场的吧？卡牌可以太大，这波有机会吗？哎，正面先射了个飞流丝，想杀吗？好像并没有。没关系，卡牌在后面定了一个发条，路飞没闪的，贴一个魔。后部这边反而要打小虎，小虎这边血量有点低，哎呦没拉到，在这边小虎怎么说？小虎这边反倒被留住了，哎呦！反他打中还好没拉到人，如果拉到了人就是一个溃败。嘎啦没在怕的，嘎啦好顶，闪现上去，这个时候要逼着一个人，逼着 IG 四个人走。哇！哎，真的，嘎啦没在怕的，嘎啦没在怕的，真的。但这边惹赛是偷了一个洛的大，洛的大直接开了起来，逃跑了。哎，这波好像有机会啊！哎，感觉有吧？刚开始骗，有点来不及了。这边的位置要注意一下，太快了，拿下这里的话，因为刀太好了，打得太快了，这样可能又有装备。看一下刚才这一波卡牌开飞的位置，但是正面这个时候人不齐啊，洛没有在正面，所以说很难开得起来。而布隆的大招封的也不错，布隆大招第一时间封住了凯南的一个进场。哎，嘎啦好顶啊，红白刀直接突脸了，你看。啊，知道你这边几个都没打。是的。我去。哦呦，这身上的轮子很多。二八开又打龙了。哎，这个好像想到了上一把用龙来换你的高地。但是这一波可能放两路高地了呀，下路是没有防御塔的。开了个大招，看一下，哎，这个王四的位置被发现了。现在 IG 感觉全靠宁王的鸡啊，一箭射到卡牌，不太上。这里强行跟卡牌这里也不是很怕，知道你后面的伤害跟不上的，伤害不够。但小虎没状态了，哎，这边偷了一下，偷了一下六毛。这波感觉 IG 好像不打他上八杆修，但也没什么控制了。留不下，留不下了。上路继续推、哎、发条这个位置过来怎么说？有没有说法？发条这个时候是没大招的。发条没打，爱心没打，讲道理随便打。六毛这个大大的很一般。这波感觉又要出事了，六毛这条出事了。爱心拿了一个终结，哦呦，还在大招，这才进场了。但这边营业伤害也很高，刚刚被秒了。还有第二波吗？这边雷克赛一刀拉到了，拉到了，没有过来，我是能不能反杀？哦，小龙宝换了一个，漂亮，小卡白在正面，这边伤害应该是够了，哎，好像不够，主要雷克赛下去了，这边直接过来要挖，挖过来，过来发条给 Q， 发条选择了慢掉爆破，这波是勉强打赢了，但是这个局面怎么感觉打得这么艰难啊？明明领先8000块钱，出色。这波牛宝上面也没道理啊，卡牌不在的。是的，正面闪现拉出距离，这波差点出事啊，真是差点出事。这波还好，这个厄斐琉斯伤害打得高。厄斐琉斯，你看这一波，哎呦，这两下差点，哇，放烟花呢这。是的，冰箱减速一拉，自己这边是打不掉的。小龙宝最后也很顶，小龙宝这波很帅、啊。但是 IG 看有没有奇迹团的可能性，泽山这边还在找机会，打了一个冰箱。嘎啦这边是红白刀加水银加一个闪现，不好杀啊这波。是正面，但现在 RNG 要求稳的话，就往后，其实往后拖这个阵容，我觉得也别求稳了，上吧。嘎啦上了，要上了，直接过来开，这边开的还不错，这边砍他的进场、哦，直接打到一个前，哎，包袱直接被秒了。这边推的话，也没什么作用了。伤害不够，把他打成反身拉一下，只能换到一个小明，但是 IG 这边的输出完全不够了，又是一张黄牌定到了发条。哇，这嘎啦输出太顶了，这种伤害这种装备的厄斐琉斯实在是太难输了。兄弟，我只说一句话好吧、嗯、你说的对，为什么要求稳？确实不能求稳啊，上把就太求稳了。这把比赛其实一开始啊，你前期的节奏打就太好了，而、啊、这把 IG 的阵容又属于那种先手能力有点匮乏的，所以打到后面也很难翻。跟你说别说了好吧，最后我觉得是在嘎啦就全队啊，因为嘎啦作为春晚的新人啊、嗯，你知道吗？新人有的时候他会怯场、哎，但有的时候也能够打破一些规则。在面对 IG 的时候，他发现，哎，为什么要怂啊？对，然后就冲了上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，一个标准的滚雪球局，打得非常的不错。这厄斐琉斯这伤害，嘎啦真的不怯场，不怯场。小伙子第一次参加春晚，好吧？那牛其实这把打的也可以，压轴今天上来，牛这把打的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先看一下这场比赛 MVP， 应该没悬念吧？嘎啦应该没悬念，小龙宝啊，小龙宝，你说的当然是小龙宝，
观众听错了，嘎鲁堡。因为小龙宝和嘎拉都是七个人头，哎，但是如果从整个比赛的节奏上来说，小龙宝在节奏带动上面，哎，初期确实很顶，哎，最关键的波团让他顶住了，你就那一波就是在上路红 buff 处，就是他回头反杀了德善，然后又没有死，并且反身大招进场，又杀掉了艾希的那一波。